首先进行接线，啊，接线看认真一点，这接线不要接错，啊，TATC 接原来的27和30，可以接也可以不接，然后 AARE 接原来的42，这里的 GND 接43，DREE 接原来的 SE，COM 接 SC，然后这里的电源 RST。对应的 RST 接好，然后这个接地线你要把接地线接上去，因为我这里没有接地线，啊，原来的27和30接在这里的，现在呢，如果要接你就接到这里来，接到 TATC 上也可以不接，不接不影响使用，然后参数设置，你先按一下变成，